宝姐姐来了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最重要性价比高，宝姐姐，对对对对，宝姐姐东西是很性价比相当高的了，对。那有兴趣的话就多买哦，哇，这个相当好，18K 23.9克，钻石一卡拉50，卢比3卡拉50，哇，这个漂亮，非常有感觉，拉丝工艺，拉丝工艺。工艺非常到位，四千非常好，红宝也是非常艳丽，4500，哇，这是两个的，14K 16.9克，珊瑚的松针，哇，珊瑚是刘雪红啊，对，1500也是拉丝工，1500，哇，这个 Bangle 2卡拉50的钻石，18K 14.1克，圈口，哎，还有个圈口，连圈口在这里，56圈，能打开吗？不能打开啊。不能。哇，非常好的，我姐姐自己带了一个，漂亮，2200，没话讲了，对，非常性价比高的，2200。这个 PT 那19、13克，钻石4卡拉，2990，这件真的找不到的，很重，重量级，2990，哇，这件真是如果在香港、台湾可以卖8000、9000。那这个漂亮，意大利的，是不是有个品牌啊？呀，可没多。18K， 5.5克。品牌的 ，OK， 法郎彩非常漂亮，哇，这个，那有品牌，克。Tomato 啊，800，很大气，很大个，品牌的东西 ，beautiful。哇，这个18K 很重，20点多克，20.2克，2200重，20.2克，钻石一卡拉50，2200，哇 ，beautiful， 这个14K 7克，999，14K 也是很老，对，很老，然后就是很透，很铜，饱满，很饱满的。哇，这个也很漂亮，这个也有品牌吗？Trail，OK，Trail， 18K Trail， 这个 Trail， 他有一段时间专门做这个Onyx 啊，跟那个珊瑚。两种颜色的东西，然后这个你看它的红宝蓝宝很漂亮，对，红宝非常漂亮，哇，你看也很重，18K 16.1克，3300，重量级的，这个小喵咪喵喵，18K， 哇，18K 玉很好，这是小一点，但是很漂亮，550，相当不错了，对。哇，这个有祖母绿、蓝宝、红宝、钻石，啥都有了，对，啥都有了。14K 12.1克，钻石一卡拉8，1999。这是大的钻石，大的，宝石也很大，1999，漂亮，超值。这个中间是一卡拉，旁边是50卡拉，3300，14K， 3300，哇！然后这个钻石一卡拉990，990，好，拜拜。这个1900，3卡拉钻石，很亮。1900，14K。
哇，这些都是顶级钻石，你看这些非常亮的钻石，三卡拉，18K 13点多，3200，你看，重量级，重量级。这个珐琅彩，有珐琅彩，18K 29.8克，钻石跟红宝，哇，钻石跟红宝，4500。哇，很多都是性价比超高的，这个Chevrolet 还是怎么样？ Chevrolet 钻石两卡拉二 Chevrolet 一个都不便宜，22克。 OK， 那这个就5500。 Chevrolet 现在很贵的，尤其在台湾特别喜欢 Chevrolet， 18K 漂亮，宝石的光泽非常亮。哇，这个14K 22.6克，2100，14K 2100。880，14K 6.6克，880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18K 37.3克，日本珍珠 18K， 3300，OK， 好，3300。哇，你看都是有 GIA， 有 GIA 吗？啊，那个六重有 GIA， 冇帶嚟㗎，冇借。哪個有借？你說這個車軌嘛？綠松有借，天然的嘛？天然的綠松，哇，那很超值。但是呢，我覺得你可以垂掉，然後做個戒指什麼。哇，這些重量級的珍珠，這個一套的。怎麼賣啊？這個一套啊，連耳環嗎？連耳環。哇，18K， 166.3克，整套。钻石八卡拉，可以分开卖了，这是一整套的话就，9000。如果你说只是分开卖，到时候我再跟你那个 OK 再分 OK， 对，非常漂亮，很有质感。那你看，如果你光耳环就几千块嘛，就几千，其实是很超值。分开就更好。那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们订这个扣都要最少要4000-5000的 ，OK， 就整套。如果你有兴趣分开卖，也告诉我，我就帮你分一分 ，OK， 帮你分一分，可以分拆上市吧？哈。可以分拆上市 ，OK， 把整套就这个价，可以分拆上市。好，这些没播的还一波 ，OK。这个18K 8.9克，大气地珍珠1100，18K 5.8克，1200。一卡拉钻石990，800，14K 800，哇，这些都是高级定制的 ，OK， 3500四卡拉，那这些你要买，这些都7000-8000肯定的，3500。14.4，我弟弟叫我退休了，不要做了。啊，你弟弟呢？快啊！要叫我快一点卖掉啊！对，卖掉就算了。对，1999，这个都是很高级的钻石。所以，哎呀，不知道。
掉不了的，嗯、对对对，对啊，对对对，都掉不了的，对，掉不了，990，990。洗就是这个一月，一月侯门生四海，一月珠宝跟你生四海，这出不来的啦。对对对对。当初做的时候就在学习，洗了、嗯，现在已经有一点对对对经验了。啊，你对对对对对对，你舍不舍得？对，一月侯门生四海，一月珠宝门就生四海的，这是说对这个中间那个80分，2500。对，我们我们是帮你们打关了，把、嗯、关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都是这个都是这样子的，了对对对。490，这个5.5克，490，你看都是很好的东西，手工定制。哇，红宝，1500，18K，1500。PT 1300，卢比98分，都是水卖价，水卖。哇，这个卢比50分，非常漂亮，690。卢比有一卡拉，18K。1500，1500。那些都整掉了。对对，整了。PT 1300，1300都很大的，一卡拉50的钻石，一卡拉50的钻石。哇，这个红宝石漂亮。18K 9.8克 ，Lavelle 品牌呀 ，Lavelle，Lavelle 啊，啊，这个品牌，这个我一直读不好 ，Lavelle 啊 ，Lavelle， 1300 ，Lavelle，OK， 14K 2.8克，690。这个就450，450，祖母绿，哇，这个很好，这个1480，18K 7.9克，对的，你还是要留点给他的，对，哇，这个 insert 你可以下面再放，再放也行，再放，嗯、要留一些给他的，对对对。等等等等，我播了，对对对，嗯，那、啊、这个音色来的，可是你里面放，18K 10.7，1900，钻石一卡拉25，再反一卡拉50，对，哇，阿克莫林，1100，18K。1300，18K 8.1克，哇，这个也是好 Q， 1300，胸针，吊坠，嗯，困扰一点，14K， 550，你看这是都是，非常漂亮，15克 PT 跟18K， 2500。2500，690，690，14K， 690。Emerald 一卡拉，钻石一卡拉，1999。啊，这个 Emerald 也非常好。嗯，1150，1150，很多钻石，两克拉多钻石，一卡拉钻石，的这个很好，1200，1200，6.6克。哇，这个是他是写14K，但是他是想来这。
金低一点，嗯，水玉楼都是平移平移出来，三五都好漂亮，对，三五很好，590，我记得是一个扣啊，啊一对耳环，18K 26克，哇，2300真的很够重了，对，20克，对，很漂亮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老的东西它就是很重，嗯，以后不会做这么重了，嗯，因为现在金这么贵，不太可能做这么重的了，嗯，对，这个也漂亮，嗯，18K 九克，3.2啊，对，对，1500，18K，嗯，18K 5.5克，香港的，哎呀。一个对对对，一个女孩也很重了啊，5.5克，599，很 Q， 很好，嗯。这就是牌子那个 Gabriel Company， 嗯 ，Gabriel， yeah, 他想往上卖这些东西很贵的，嗯，这个品牌。8.7克，1600，嗯。超值，全部了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宝姐姐。其实很多很超值的，嗯，但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请订阅频道跟加微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